これはですね、ソアリンのファストパス専用の通路です。誰もいません。Thank you. 座位上所标志的坐高要求的不足成员，必须把安全带穿过座位上的中环后再扣紧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同伴恐高，那就最好待在陆地上，等其他不足伙伴翱翔归来。好了。
看来大家都掌握了安全提示。现在我们就冲向蓝天。Oops， 不对，我们却飞了。Oops， 这也不对，我到底忘了什么？我们展翅翱翔，大家跟我来！大家进去，我先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放在座位底下。We're ready to soar， 海哥哥。
you.